李刚把球掉进去，头球攻门，漂亮！格里菲斯把球顶进，这样的双方打成1-1平。现场观众一片沸腾啊，包括守门员张璐也是格外的兴奋。但我们看这一下好像是撞了一下，格里菲斯已经有几场没有进球了。再来看吕刚把球是吊向禁区，格里菲斯高高跃起，从慢镜来看这个球进的是无可争议，但是呢下来之后他和对方的防守队员头撞到一块了，就是这一下很重啊。看来问题不大，还可以继续投入比赛。这样呢现在双方比分就打成了1-1，两个进球呢都是由各自球队的外援球员攻中的。上半场的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武汉队又是20